还有我们的豆浆壶、银盏啊、钢虾，谢谢。为什么欢迎我们的护国院长苏贞昌院长，各位安哥，向我们广大六三基麦市长，安德拉山区的这位好山林王杰，今晚很多喜，今晚来到安德白天就被这场摆，欢迎我们的苏贞昌院长，安德护国院长，安基麦啦，院长加油起来，收起枪，收起枪，加油，收起枪，加油。谢谢我们沈玉林医长嘛，来到那现场。好，麻烦我们刚站，里面要参香的五个步骤，来到香，阿妈来到香。阿妈来过来哦。林昌，伊对咱个人的贡献，伊做稳定，佮有魄力，伊甲咱个人建设拓展以后，拢真济对啦。包括即摆讲国民啦，我即摆吼即整理时间吼。伊这个八十年的破案，拢是伊有一个关键，吼、哦、啊，所以吼、哦，伊按将来呢，这个时间哦，用将来是到东南亚上水的一个所在，对不对？啊，所以叫霹雳，哦，这将来历史来记载，哦，啊，即摆啊，这市长呢，发这几档啊来，按高雄的发展，确实吼，感觉真正又拍拼啦，即规个经济甲外商，大家吼、哦，拢来投资吼。我们高雄的市场发展，站的话比较贵哦。这个中山路遐个店，有够水的啦。哦，所以安尼市场在真认真咧做。啊，即摆呢，因为吼、哦、现代这个时代吼、哦，拢有创新啦。啊，这个环节呢，即摆就是伊拢有一个伊的心肝，跟有一个创新的迄个，因为阮庙就是有咧创新哦。啊，所以伊也含阮遮，大家拢有哦，会当安尼来介绍这个迄、那个。会安怎进步？啊，会当将来，会当来入去，入法院，会当替咱公司来捐出一寡经费，哦，啊来建设，来创新一寡台的迄落吼建设安尼，哦，感谢大家，谢谢。谢谢。那这边注意，马被致正我们万兴宫的帽子和安的衣料和安的旗。我这新创的这个项，不用不用，我来上岸这一定吼，阿姐了。谢谢。那么代表安地方公庙万众一心，团结一致吼，要收听赖清德，收听黄杰嘛，祝贺伊的1月13会使顺利高票当选。感谢安的徐正朝主委，非常的感谢，谢谢。收了来，安的邀请吼，安的李伟长孙林黄杰委员地书。委员，就这委员拢在家，阿跟我们那护国院长苏贞昌院长，还有我们高雄的最用力建设的陈其迈市长，阿跟我在这就这立定，跟我就这主席，阿跟我咱乡亲，大家晚，大家好。哦，我是黄杰。好、哦，选举来到最后阶段，剩下21天，只剩下3个礼拜了。啊，黄姐在这嘛，爱拜托大家，因为剩3礼拜，即卖上重要的就是大家一定爱出来投票。啊，我看现场嘛，就一少年人，阿妈嘛爱甲咱少年人拜托，拜托我们同辈的朋友、年轻世代的朋友，拜托把亲朋好友全部都扣回高雄来投票。为什么呢？因为大家感觉即卖天气足冷，对不？啊，大家嘛讲即卖是不是选情较冷？我是黄德公，如果选亲的大家投票投不出来，安尼高雄的发展就会受到阻碍。真的很需要大家非常坚定、非常团结的，在最后这个阶段把催票率投出来，拜托大家一定要催票，
一个人有十票，尤其是咧伫北部，吼咧做工课亲戚朋友、少年人，甲伊考倒转来。敢讲即马在我们护国院长跟陈其迈市长在带领之下，即马高雄真正无共款，因逐年转来一定有感觉。像拄只朱毅咧讲诶，走过中山路怎么变这么漂亮？因为我们高雄办了第一届的圣诞生活节，就知影讲咱市长对咱高雄，尤其是遮。我们这里前金星星这附近起定就叫狗，以增加工这边很需要变得更漂亮，需要被点亮，所以从城市光廊到现在的圣诞生活节，高雄学高雄的美学这件事情，南大南方都还会从谢长廷市长到陈菊市长到陈其迈市长都没有忘记爱叫狗高雄。所以真正要拜托大家，民进党是上照顾高雄的一个政党啊。咱的陈其迈市长嘛是上照顾高雄的一个市长啊。未来这八席的立委嘛是绝对是上照顾高雄的八席立委，所以拜托真正爱三票民进党，好不？好，拜托大家，总统一定爱支持李贺大清的小米琴，立委爱支持李贺黄杰。进东票爱到后，然后民主进宝洞，好不好？226，拜托大家，谢谢。谢谢。那少了啦，一首《六六花香》。林美市长为我们支持。一个大主委，黄杰议员啊，李来喜咱的黄杰立委啊，苏院长啊，黄忠议员跟乔如议员啊，各位里长，各位市民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好。我以前跟苏院长做伙，我是足少咧讲话，因为我是副院长，吼、哦，院长毕业了，副院长袂使讲话，吼、哦。啊，我即摆做市长，我就会使讲话啊。啊，但是吼，爱甲咱苏院长表示感谢啦，吼、哦。啊，为什么呢？吼、哦，你看咱那个捷运黄线，它动工了，吼、哦，咱卡住足紧的，吼、哦。啊，这条是通过咱林阿区，吼、哦，到亚洲新湾区，吼、哦。啊，甲咱这个新林区顶顶，这条捷运黄线呐。可以说是我们市中心的环状线、哦、这可以说非常的要紧啊，拢总吼1449亿哦，啊，迄所以就甲咱协定的吼，甲咱支持啊，医生甲咱拨的，所以咱来甲所以就感谢，拍拍拍拍啊！啊，第二项吼、哦，大家拢知影吼、哦，咱这个整个咱高雄的这个建设吼、哦，包括讲台积电来咱高雄投资吼，啊，包括讲这亚洲新湾区这一挂开发吼、哦，啊，铁路地下化等等这吼、哦，啊，咱高山吼、哦，未来咱把个九如桥吼、哦，开差不多要5亿，迄拢是苏院长吼，咧、哦、做行政院长甲咱协定诶，啊，甲咱支持诶吼，所以对咱整个咱这个选举区吼来讲，会当讲建设非常诶多吼，啊，凊彩一个拢1000亿以上吼、哦，啊，拢几百亿以上，啊，甲咱高雄支持吼。哦啊，所以今仔护国院长特别来甲咱啊黄杰议员徛台吼，啊，我真正拜托大家啦吼，烧火连盆吼，咱高雄的建设要继续进步，咱除了感谢咱护国院长以外，咱嘛要支持咱的护国立委，咱的黄杰议员，安尼好吧？好，感谢咱大家，多谢，谢谢。陈贞昌院长，啊，咱高雄市的白家长。我来金马市长，啊，咱去注意，啊，咱未来要做立法委员，大家要成为温暖的黄杰、黄立伟、立伟，啊，伫遮咱各位议员、啊，庙会委员、啊，所有里长、啊，所有乡亲士大，大家午安，大家好。好。啊，我足欢喜，今仔来万兴宫参拜，啊，市主委，啊，遮热情各位委员。哎，遮温暖，我感觉足多谢。啊，我拄则听朱伟在讲前阵移工，拄则听黄姐讲，大家一定要出来投票。听市长在讲高雄的大建设，我实在是足有感受。真正就是选对人，走对路，高雄一定大进步，台湾一定大进步。我足感谢总统的信任。我有机会替大家做行政院长4年外，在这4年外内底，碰到上大的挑战，就是武汉肺炎。啊，我足好运，台湾嘛足好运。我行政院长碰到这个世界性的大疫，结果我的副院长就是公卫的专家，
陈其迈，所以真正我们能第一个，全世界第一个登机检验武汉肺炎，以及后来的各种政策，陈其迈用他的工位经验和见识啊，让我很大很大的帮忙。我们因为防疫做得好，全世界在锁国封城的时候，台湾经济反而大发展，因为当外国没多接单都专对台湾，台湾全大赚钱，所以我们可以做很多事情。所以我也要借这个机会请大家给普阿乡和陈其迈市长以及的副院长啊，刚才我们在主委在说讲前镇渔港，这个前镇渔港我就带有感受，因为我做屏东馆长农业县，屏东也有东港，那时候东港的渔民就很怨叹说，馆长啊，我们这渔港进时都千多吨啊，这还是这么浅，只能两三百吨渔船，所以都不能进来，只能开到高雄前镇渔港，所以我们不可以恶心。我当场答应五个月后动工，过来完工，真正一千多吨的可以进来东港渔港。结果我来到全镇，全镇讲要掏3000万，当时阿公要给他从边啊停车场上来阿弥娘，我们会做一届。全镇是全台湾最大的远洋基地，年产值300亿，周边带动了1000多亿的产值，啊，咱爱甲做像日本丰州鱼市场安尼，可以兼具渔货、兼具观光、兼具人民，可以来带动高雄大发展、台湾渔业大发展。我安尼81亿，这么好的心意，竟然台北市有议员安尼讲收贵啦，不应该，实在讲足欺负伊渔民。足看袂起高雄人，我实在足不满。当时，咱高雄的建设，台湾的远洋渔业，台北市的议员竟然插嘴讲这种毫无道理的话，结果呢，黄解释跳出来，大大支持，讲这是高雄的建设。伊阵是一个议员哦，伊阵也无要选立法委，伊讲那阮高雄的。都要大大支持，他反而是跳出来说，结果进他现在他这个对手是高雄的议员，这几年来竟然是有哪和台北的议员一鼻孔出气，这样来质疑前镇渔港的预算。我说啊，这不是电动兵，他有这种款。结果你看今天整个没带渔港要跟建设好，你家提升水准，刷了连污水处理都要处理好，交通也要做好，这对高雄的未来最该好，对不对？对。所以我这次这样全国在走在支持，我为什么特别黄姐这我来做一次，就是我感觉黄姐不是只有口才好，她有见地，她愿意为高雄的建设这样出生出力，这那何以一旦可以立法院，一定为高雄的建设更努力、更有力。所以拜托大家要好好啊，支持，和黄姐一旦做更大的服务、更有力量。啊，即嘛，高雄捷运黄线就是黄姐，捷运黄线的黄姐。啊，这1500亿。啊，中央大力补助，这就是陈市长啊，你大力争取，不积这高雄的发展嘛，因为有陈其迈完全改观。你看高雄的表演经济，即马阿哩一团过一团一直来，啊无但来，而且哦，咱有看哦，阿哩高雄这团哦，一个来吼、哦，无论是 Blackpink 哦，还是这个 Coldplay 哦。啊！团一个来坐吼，啊，高雄的大家长吼，咱陈其迈吼，有哪安尼，加足好唱歌啦。所以迄天吼，去新北市，阮祖囝苏巧慧场吼，
这个唱落吼，全场印象深刻啦。啊，有人下骹甲留言讲，啊，伍佰唱的歌吼，市长啊唱甲真好吼，差不多即摆有一百的水准啦，要未到伍佰是一百啦。但是陈其迈哦大受欢迎，现在各地邀请雪片般回来了，所以即摆新北遐哦，各地知名，看陈其迈市长会当过来台北、新北，吼、哦，大家拢热烈邀请，所以伊可能有哪拄着啊，可以台北、新北走走啊，即高雄市长已经南部有出名，台北大名声啦，所以要甲大家拜托是讲。你看，选对人会做事，高雄大进步。所以表演经济，年轻人基本拢爱来呢，商机嘛无限呢。所以我的讲法就是讲，大家若看到高雄的进步，看到各方面安尼在做，就是咱市长敖做，啊，就选对人，高雄市民敖选。啊，市长要敖做，嘛得爱有人伫中央替伊讲话，替伊发声，替伊招总，这是很重要的。民主政治，所以哪会当环节可以选落水？尤其一回市长特别知名，环节来拼，伊予人印象就深刻。啊，你看看这一选举开始以来，差不多媒体拢足注重环节，你拢介绍快，全国几啊百个人在选，环节常常拢被看见。啊，咱哪选民，敢那恁有机会选环节？所以环节他都在讲，唔但恁爱好好啊拜托。来给他支持，而且在外面的子弟还是任何亲戚朋友要揪出来，尽量给他给环节，给环节选得水水水，相信对咱这个选区，对高雄市一定更加好。何况市长足济计划争取来的预算，现在一步一步要做，拢需要继续就捷运环线环节是给他挡杆了呢。还搁要做，还搁几啊冬继续做，这拢爱需要继续推动，继续有力。所以黄姐一定会甲咱遮大家斗做工课，啊伊嘛继续啊讲话，啊继续认真拍拼。所以我今仔个特别来，就是要借着万兴宫咱中华元帅佛祖阿兰妈祖婆大家保庇，予黄姐选务顺利，予大家健康快乐大赚钱，啊有哪票爱予万兴。一直兴起来，安尼我来拜托大家，好唔好？好，罗兰，谢谢。黄杰斗胜，黄杰斗胜，黄杰斗胜，黄杰，黄杰，黄杰。罗清典斗胜，罗清典斗胜，罗清典，清典，清典，清典。谢谢，胡雄的感谢，胡雄感谢我们的护国院长苏贞昌院长。安内当地麦请丢哦，我们还需要再一个合照吗？